起出来玩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临江夜市，然后要介绍派对美食，对不对 ？Wish， 你要逼到旁边的阿伯去哪里啦？你看，刚好刚才打到我镜头，哎，刚好找镜头啊！嘿，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刚刚的所谓的什么临江夜市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们今天很厉害哦，帮你们整理出几个重点的美食，好不好？让你们来这边绝对不会带着遗憾回家。丰田第一个盐水鸡，你有吃过这边很著名的盐水鸡吗？没有，因为这家真的排每次都排队排很久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家不仅排队，它有经过各家媒体的报道。而且我跟老板有一点点私交，真的有点私交，好不好？不近，带你们去一下。在哪里？这边。是我们怎么去的？就是后面，它其实是通化夜市门口。对，就这边。通化夜市门口，好，好，好，下一个。What's up， 奥弟 ？What's up？ 奥弟 ，What's up？ 耶，贵喜好。哎，有，这是我的妈吉丰田。你好。为什么跟贵喜这么熟？是我今天开始介绍。对，你有介绍，帮我们介绍一下。真的，贵喜，因为我宿舍在住在附近。豆皮一定要，豆皮一定要的嘛。最爱的。那还有豆干，豆干也要。还有花椰菜，我们家青菜很新。那通常客人最多点什么？应该算中间吧。还有鸡腿。中间哦，在尾巴。来一只盐水鸡腿。哇，来一只盐水鸡招牌。那我们要那些。豆干，而且我看你们的那个盐水鸡有分不同颜色，是为什么有差别啊？我们还有烟熏口味的跟乌骨鸡口味。哦，差的，可以给那个观众朋友看一下吗？我们再来一个烟熏鸡腿给我。哎呦，烟熏鸡腿哦，好大只哦！哇塞！那这个带骨头还是你会帮我们去？我会帮你们去骨，这么贴心。对，那还有马铃薯啊，马铃薯去骨，它是没去骨的盐水鸡。辣吗？我们家招牌辣椒非常好。可以，有骨头，有骨头，骨头，哇，太正点了。你要是拉，现在帮你们用，很厉害啊，谢谢。你不是说老板跟你交情很好？当然了，我在那边。老板，你知道算多少钱？我打比。哎，有没有便宜一点，老板？都不用。就请两位主持人吃就好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差不多200个工作人员了。准备300个来也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你看这么大牌，是不是很早？欧弟，我大哥欧弟，好不好？欧弟，要不要辣？要不要辣？可以一点点辣。小辣。好不好？我们就去访问一下你的忠实的顾客，好不好？大家走，我们访问一下。我们来问一下客人。可以啊。来，小姐好。哎，小姐你好，要注意哦。阿姨 ，Hello， 我们是娱乐百分百，跟那个镜头在那边录节目。我想问你哦，不好看，你不要。不会啊，你很漂亮。哎呀，啊，你平常啊，你平常点这个潜水鸡，你都点什么吃？大部分都有点呢。你最推荐一个？这个很好吃。豆皮是不是？还有嘞？还有个煎香。煎香是啥？鸡胗哦，啊，鸡胗有没有？给我看一下鸡胗，有没有？这边，他们都有鸡胗。哦，这个哇，这个一定这个啦，这个要点，这鸡胗的光泽，脆脆刷水哦，好不好？对。啊，你今天买多少？买500块哦。不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哦。还要吃饱哦。阿姨，你的那个雨衣很新潮呢。而且他的帽子很可爱。阿姨的雨衣从垃圾袋做的，哎，很厉害。很厉害。啊，老板，我们的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去拿我们的那个。来，哇！其实我在这边吃这些耳机，差不多也吃了快5年。老板，你们开多久了？开23年。23年呢？对。哎，11比你还大哎。对，我比较大。你比较大一点。我们算是很幸运呀。好幸运啊！下雨，而且排队。对，其实一般来说这边都要排到差不多在旁边豆浆店排满的，但是今天很幸运。完全不用排队。平常排多久啊，老板？大概15至20分钟吧。快的话也是蛮久的。快的话，我排过半小时的。好幸运，真的。最倒霉就是摄影机，真的。他们拿着伞，拿着收音机、摄影机，很辛苦。来，哇！老板，你们最推荐先吃哪一个？先吃花椰菜好了。花椰菜哦。花椰菜。这个花椰菜，好吃哦。哦，这很新鲜，很脆，对不对？很脆，而且不是很咸，不是很不会太咸，所以不会死咸，可以吃很多。我来吃一下他说的那个豆皮好了，豆皮的部分。豆皮是招牌啊，招牌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哦，真的。好 Q，
老板，好，你那我们先走喽。好，老板，下来找你，拜拜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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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边走边吃，边走边吃，边吃，对，边走边吃。你吃这个，我拿一个。帅好麻烦的。哎，人家风雨很高，还是撞到那个乌羊。我觉得雨还好，我们不用雨伞。好好好。哎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它鸡胗超脆的。对啊。风雨吃个鸡肉，你给那个大哥看一下鸡肉。哎，会口渴，要不要那个？找一下，因为东西太多。我们喝个饮料好了，风雨。好。那个卖饮料的妹妹很正。要不要比一下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还是碗的米，要不要？撩他一下。小姐你好。小姐你好。你知道坊间有流传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把手指拿你出来，你我们来跟你聊一下天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在买饮料之前呢，你知道有流传说，你的手指打得越开，代表你的财库越大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给镜头看一下，你的财库有多大？你要用全力打开哦，来，前进一点，前进一点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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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你拥有我。太不容易，太不容易。哎，我很直接，你有吃晚餐吗？吃晚餐。还没？还没？还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录完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好不好？请你吃。然后等我下班。好啊，你帮我，哎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看，简单就好，不要太复杂。那你有推荐你们店里有什么饮料吗？冻柠檬。那你帮我们做两杯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老板。久了，其实你认识他们是谁吗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常来这里耶。哦，有吗？对啊。不认识啊。你真的确定？啊，干嘛？反手，反手，对我戒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一个给你们。好，他先做一个给我们。他蛮可爱的。他记不得我们是谁？我们不好吧？我们慢慢慢慢来，我们慢慢努力，继续努力嘛，对不对？好难过，你要不要吃？哎，我吃一个。其实刚刚的清水鱼真的很赞哎。还有什么？边做边吃好了。哎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绿水鱼？哦，没有，没关系。哎，他做好了哎。做好，好快哦！哎呦，就这两杯放在哪里啊？这个是奶盖红茶，然后就是冻柠茶。冻柠茶，不用摇再喝。不用摇吗？最后会疼。那你先。哎呦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喝哎。这个不用搅拌吗？它喝到后面，它就会融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先享受这个带来的。那你记得加入我们娱乐百分百的 APP 哦。好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敷衍。然后加入我的 IG 好不好？要加我们的 IG 好不好？等下告诉你我的 IG 是什么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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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给他收钱哦，要给他钱哦。接下来带我们去第二项，那是寿司。冬天我跟你讲，这边有一家很道地的寿司，很经典的寿司。是日本人哦，它是有点台式口味的，但是今天由你来鉴定一下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走，在前面 ，Let's go， 快！我对寿司的要求很严格哦。哎呦，丰田说对寿司的要求很严格，期待度蛮高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一家也是经典排队，是那种排到你会想要哭那种。哎，我跟老板有一点小交情，来。老板，好哥，你都转手，他们老板去哪里都转手。等老板，等老板。老板，老板。你好。今天我带我的日本朋友来吃你们这个经典的这个日式料理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你要不要来一个大绝招？就是你最爱的，你觉得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或是那种民众来这边最想要点的。好，来本店的特色就是生鱼的握寿司。哎呦，握寿司可以，可以，那来一份好不好？来，帮我坐一下哦。可以。直接拿着吃。来，可以直接拿吃吗？可以。好，哇，太棒了。好，先帮你坐哈。好。很正点哦，真的。他这边的味噌汤也很好吃，然后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关东猪，也是非常经典的关东猪哦。这个你们看得出来都很入味，是。而且你看哦，这个料理台上面的所有的那种那么大只的明虾呀、卡口啊，哇塞，真的很看不到，帮你。哇，你看生鱼片，非常非常新鲜，哇，高朋满座，厉害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下一个地方好了。等一下你帮我们拿那个生鱼片好不好？走。下一个地方是
什么呢？接下来带你去吃一个很经典的米粉汤。米粉汤好吃吗？你有去过吗？你知道米粉汤？米粉汤啊，是台湾很经典的小吃。我知道，它的那个汤是用猪骨熬的，之外呢，它会用各种猪肉的料理、各种猪的部位下去做那个小菜。哦，所以老板娘很热情，好不好？好，带你去，赶快去。好 ，Let's go。下雨好麻烦，赶快去，在哪里？这边啊，这里。老板娘好，老板好，你好。我们是娱乐百分百，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米粉汤，米粉汤。哎呦，米粉汤，那你各帮我们来一份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坐那边哦，等你哦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好 ，OK 吗？啊。哇，我们慢慢享受这个好了。哎，是不是很幸福？你看咸水鸡。饮料，方便可以帮我们擦一下镜头吗？镜头湿了啦，你们要哦，镜头湿了，镜头湿了，雨了啦！你看，好可怜哦，你们辛苦。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哎呦 ，OK 吗 ？OK， 完美。而且其实啊，如果你们想要看我们去哪个夜市吃东西的话，或跟我们一起吃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到鱼百的官方粉丝团 FB 留言哦，我们就会到各大夜市去品尝各种美食，告诉你们什么是好吃的，可以吗？哎，凤年认真说，你刚刚吃这个鸡肉吗？是啊，不错，对不对？很好吃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谢谢，很特别，它很像那种白斩鸡的肉，它不太像那种一般的你吃到那种咸水鸡会很硬那种，而且这个不是。只有咸，就是有一个调味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对，香味。重点来，重点。哇，小菜，米粉汤的小菜，给你看一下，卤肉饭混鸡肉饭，等于是综合的意思。你先吃一口看。有寿司来了。哎呦，刚刚的寿司也来了。哇塞！看他先吃哪一个。那我们先吃哪一个？先吃寿司好了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再咬一下。先给大哥看一下这个寿司的光泽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一份闪寿司的寿司其实不贵哦，而且啊，它有三种鱼以上。你看，尾鱼、鲑鱼跟旗鱼，有没有？丰田，你通常都吃什么？哪一种鱼？尾鱼。那你先吃尾鱼，看怎么样？鲑鱼啊，哎呦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哇，这好好吃哦！而且很平价，对不对？很新鲜的，很新鲜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好吃的。哎，这个上面的酱好好吃哦，咸咸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它拌很扎实，而且它的那个鱼非常香，好香的，天哪！怎么样？要回棚内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介绍到米粉汤的部分。我跟你讲，虽然来不及，但是丰田你赶快吃。你刚刚 ending 什么？好，没时间了啦，没时间了，下次你要去什么？你们想去哪里？想去看哪个夜市？都跟我们说好吗？一起出来玩，成功哦！林家夜市，台湾夜市。